真是让你们费心了。这件事情啊，弄清楚了，是我们军队内部的事情，跟你们没什么关系。回去告诉你王主任，谢谢他啊。我还要赶飞机啊，再见，徐政委啊。因为这件事情您报了案，局里也立了案，又涉及到军警民关系，上级特别重视，还是您去跟王主任见个面，把情况说清楚。我们这个，离这不远吧？一会儿我们直接送您到机场。好，行，你抓点时间。不是去公安局吗？来这做什么？徐政委，我们领导已经在六楼等您了，还想请您吃顿便饭，边吃边聊，不影响您赶飞机。哦，你们领导是王主任吧？是我们局长想见您，请吧。徐政委你好，你们是谁？我是山豹旅特战大队副大队长彭继海，奉我们韩旅长之命，让我提前过来告诉你一声，你已经被俘了。徐政委，请去餐厅休息。